耶！大家好，又来到了不知道干嘛单元。今天内裤侠我呢，要带大家去 IKEA 里面走走逛逛，因为我们家的灯啊已经坏掉了，挂钩钩，所以今天要准备去 IKEA 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灯，然后可以换掉，顺便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，可以带大家走走逛逛啊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去完 IKEA 之后回来，要把我们买的灯组起来，那大家都期待一下我们要买什么灯回来呢？我们事不宜迟，前往 IKEA Go。好柔软，我好软啊！我的是，这是什么？是狮子吗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哦，你把豆子剁干了。嗯，跟我爸长得不太像，我认错了。猜猜我是谁？我是你妈妈。笑啊笑，搞笑，搞笑！球下面有一只狗，狗被埋在球下面。哇！挂山！哇！今天要来组装灯。是的，刚刚就是我们呢去完这个 IKEA 里面，然后回来又把这个灯煮好。看我这个煮的速度，不费吹灰之力啊，我就把这个灯给煮好。我们这一次不知道在干嘛，但愿去 IKEA 这些 vlog， 喜欢的好朋友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，铃铛记得打开哦。那我们就下集见，拜拜。受不了，又想吃双麒麟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是你自己挤嘞。原来是人家起的、啊，我刚刚想说，哇靠，然后还有水准呢，然后最后再这样，来那个先生你呢，被骗了、啊。